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护肤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60集的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SS86号的第26个产品——恐龙小队当中的翼龙飞镖。那也是期待很久。我去看了一下，我第一个做恐龙的 SS86的话是3年前的2月1号了啊，已经拖了将近2年半的时间，终于把这5个家伙呢给凑齐了。那我先提一下，这一次的包装盒呢，终于啊 ，L 级的盒子的话呢，中间也给你挖了一个洞了啊。这个真的我是很不喜欢了啊，还是赶快把这个洞补起来行不行啊？行不行啊？啊，好吧，那我们这个收集了5个家伙的话呢，我们先给简单的让他们5个人同时都亮相一下。那身高大小比例的话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这一次的飞镖在身高上面还有身板上呢都比较小，也比较单薄一些，但是呢依然无法阻止我收集他的愿望。没有办法，官方这个就叫做卖设定，对不对？我是设定，我就是5人小组，你就是要给我5个都买齐啊。那我们就看到玩具的本体了。我刚刚有提到说它的身板呢比较单薄，你可以看到啊，我只是单纯的想用我的一根拇指来比它的身形啊，并不是说你有多赞啊。那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比较的出来。那人物的偷胶的话呢，最严重的是在它的手臂的内侧，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明显了啊。那翻到后面来看，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有，但是感觉还没有像手臂那么样的可恶，毕竟它至少是在后面啊，后面有一些坑坑洞洞这些东西，但它这里面也是有做出类似液压管一样的造型，后面有孔洞1、2、3啊，还有这边4个洞，分别可以安插4把的一个武器。那我们来先各个来看一下那个武器的部分好了。它的枪啊，这内侧是有偷胶的。武器的话呢，握在手上的时候呢，它有特别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 L 型啊，让我们的这个枪的话呢能够握在手上。但是你要转动它的话呢，会碰掉啊。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武器的握柄太短。究竟你就不能让这个柄再长一点吗？那如果你不愿意握在手上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安置在后面啊。我是觉得安置在后面也是不错了，因为它这个枪啊。就我提的，你把它转动的时候呢它就容易掉，你就不如把它干脆装在后面算了。然后2把的武器没有涂装，只是红色塑胶。2把剑的造型还不一样啊，这个稍微有一点诚意。但是这把剑的造型怎么跟钢索的那么像啊？我这严重怀疑你这把剑应该是给钢索的啊，我应该是没错了啊。那这个好吧，各位知道一些就行了。那这个武器的话呢是扣在这里。啊，没有问题。那个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是说，武器如果你不愿意拿在手上或是怎样，你可以挂在这边啊，各位看一下参考一下就行了啊。胸型这个方方正正其实是挺好看的了啊。手臂的可动的话呢，你如果把翅膀稍微掰开一下，就360度的转动了啊。头机可以转动，手肘啊大概90度，拳头是可以转动的啊，拳头啊。这个武器应该不对，应该是转这样，你用这边去砍人嘛，对不对？腰身的话转动呢会被这个鸟嘴去控制的啊。我腰在转的时候被我的鸟头给控制住了，好吧，你也是男人中的男人啊。脚前后踢的话，你看它是有一个稍微一个齿轮的一个定位的，所以它会有一个虚位的状况啊。那往后踢也踢到最多啊，这么多，甚至你可以踢到自己后脑袋啊，这个也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可动吗？手臂脚的平举就可以完全的平举，支持力度还不错啊。那这个膝盖的话呢，就是这里的话是一个鸟的一个爪子，你看你自己的需要啊，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去稍微把这个缺口稍微补一下吧。脚后跟啊，虽然有一个很不错的脚后跟啊，这个长度的话呢绝对是可以让人物站得很稳，但是呢感觉它这个是有点偏松啊，站立上的话呢还是也不是说很差，但是可能会没有各位想的那么样的那么 OK 就是了啊。这个的话呢我是习惯的把它像脚高跟鞋一样的呢把它给往后面再多搓一个角度。那接地的话呢也是有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飞镖的变形过程啊。这个武器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给取下来。那变形的时候呢，我的习惯吧，现在变形非常的直觉了啊。这个后面的翅膀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掀开，这里组合上去啊，转到前面来，这里扣上啊，整个翅膀都给打开啊。这个也是人形状态下可以做的一个展示了啊。拳头也是很直觉的把它给放进去。它的变形只有一个地方是稍微的给人有一点惊喜感了啊。
来，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有个倒钩，要扣进这个洞里头去，卡进去，然后呢，把整个头的话呢，这里两侧推开，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凸，它会稍微限位一下。两侧推开之后啊，就可以把这个头的话呢给翻上去。翻上去之后啊，这里有一块部件啊，它可以补充一下脖子的造型，记得把它给翻下来。然后做一个缩胸的动作，这个跟三角龙的那个缩胸啊，基本上设计就是一样的啊。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把它往前面调整下来，然后给组合上去。那这个组合呢，我只能说，你一旦扣上去之后啊，要再把它拔开的话呢，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力气啊，才能够把它从中间这个地方给挖开啊。真的是，特别是你可能要拿工具撬，不然以我的这个手的腕力的话呢，我是翻不太出去了啊。然后呢，这个手臂的话呢，它跟后面的这个翅膀是有组合的。这一点的话呢，我必须要说，它的这个 L 级的这个设计啊，还不如这个至尊神力的时候的那一款 Deluxe 等级。Deluxe 等级的话呢，它的这个我记得手臂跟身体还有一个组合卡扣啊，可以把后面这个地方就是解锁。真的那个我感觉还比这个好一点了啊。啊，我们先接着把它变完好了，然后这个脚的话呢就是这样子把它往上面折上来。啊，上面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把记得把它给扣上去。这里，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就上来，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组合，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它给扣下去。而这个扣下去的这个，我的感觉也，它是能扣进去，但是我感觉它并不是说啊到非常非常的紧了啊。那一旦你这个地方扣上去之后啊，它的你看到这里有一个 L 型嘛。你一旦扣上去之后，它的这个翅膀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可动了，真的就差不多就限位，就限位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臂啊跟这个后面的这个翅膀的话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合，这个地方把它给卡进去。但是呢也不能说卡得到很紧啦，反正我是感觉这个这个翼龙的话呢，就是感觉是相当的潦草吧啊。那脖子就是这个造型。脚的话呢，如果你要让它一个飞翔的状态，就是把它往后翻；如果你要它站立的话，就是往前面放啊，然后就这样子 ，OK，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恐龙的一个形态。那么它的佩戴的武器，这个飞弹的话呢是装在下方。那我们呢现在呢让它用一个飞翔的状态，飞翔状态的话呢，这个脚后跟应该是翻这个样子。好，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各位知道就行了。我先把它给拿下来好了。那各位应该能够从画面里头去感觉到说，它的背后这两个卡扣其实也扣的不是很稳，因为它的插槽实在太浅了。那我们手这样一拿的时候呢，我们这样一捏下去，因为它会往中间跑，这个地方可能就真的会自动去爆开来，所以你可能要从后面这样，从下面这样整个抓住啊，这样才能够给它做一个比较正，就是比较不会去爆开的一个状态了啊。那一旦装上了这两枚导弹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还是非常不错，非常的帅气的。但是如果你翻到其他的角度来看，你真的就会感觉到说这个翼龙的形态就是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还原度啦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看过变形金刚这个动画片的人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翼龙的形态呢就是相当的不怎么好看。特别是如果你把这个翼龙跟其他的四个恐龙摆在一起的话，我相信应该蛮明显能够感觉得出来，其他几条的龙形呢，真的完成度都会比这个翼龙要来的高得多得多。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小总结。其实这一款 L 级的飞镖，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把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稍微做一点放大而已，它的变形的设计把玩。我真的觉得它甚至不如数年以前的这个至尊神力的那一款Deluxe 等级的这个飞镖啊，我真的觉得这一款是还不如它的。但是也就回到那么一句话，没办法了，人家就是五个家伙嘛啊，你把这一条翼龙放在最后，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把它放到最后了啊，至少你买的前面四个了，最后一个你想放弃也太慢了嘛，对不对？好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补完啊这一个SS86 号的翼龙啊，虽然对它有诸多的不满，但是呢想到能够把五个恐龙小队组合完成的话呢心情也就平复一半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